見せて、これ見せて。これ何でしてる？見せて。川魚。一觉醒来已经11点了。我儿子跟我老公他们都已经起来了，我现在要起来。哎，周末睡就比较难睡。好困啊，妈。在写作业啊？妈妈，我继续搞你讲的。你说什么？中国。怎么说话？中国话。中国话怎么了？中国话。看了一个小时了，看了一个小时了。好的，你学习吧。我现在下去。おはよう。おはよう、ヒロ。あ、おはよう。ヒロ。おはよう。よしよし、ちょっと。何がママ？あ、これね、これ。何？ワクチン。あ、ワクチンのあれ？予約？予約かな、わかんない。届きました。誰の？わかんない。これで。あなたの？予約診察券。何だこれ？あなたのこれ？これだね。私ないの？ないね。なんで？40何歳以上とかじゃない？やっぱり。あ。例年から。例年か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日家庭的样样。现在跟我老公呢开车去看朋友家的孩子，我们开车过去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吧，所以今天稍微化了一点妆。平时你们也看到我的视频，我是基本上不化妆的。那因为要去人家家里嘛，对吧？要稍微化一点。我跟这个朋友认识呢已经好几年了，刚来日本没多久的时候认识他的。我跟他是在外面买东西，然后呢听到他跟他几个朋友他们在说中国话啊，我一看他是中国人，当时就很激动，因为我当时在这边一个人都不认识的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能不能加一下你微信啊，然后呢就加了他的微信。他人也是属于比较乐观开朗型的，也没有说担心我这个人是不是骗子啊什么之类的。那我们两个人也算是比较聊得来，经常也会发一些短信什么的。他呢，因为他住的那一块中国人有很多，所以呢他对日本有一些情报什么之类的，或者说很多一些比较对我，就是说对我们在日本的中国人可能有些比较有利的信息，他都会告诉我。所以呢我特别感激他。虽然说我们可能在经济上没有任何牵扯啊，但是就是这些小事情嘛让我很感动。那刚好他现在孩子满月了，我说满月我一定要过来看一下，因为以前我家老大是在深圳生的，那当时我在深圳是没有朋友的，所以呢也没有人说过来看一下啊，就是我老公公司同事有几个人过来了，那我当时就，当时就感觉一个人在外地，还是有点孤独感的，当时是在深圳，所以现在呢，朋友生孩子，我想可能就是说，去看的朋友可能也会比较少，希望就是我的这个行为能让他感觉到一丝一丝的一丢丢的温暖。现在到了朋友家住的这里，我们走的高速还开了一个多小时，挺远的，然后给他买了一些水果。本来想买伴手礼的，但是伴手礼有的不一定爱吃，想着水果嘛，我们中国人都爱吃。然后买了给小孩买了衣服，还有院子种的菜。不知道是不是这里，等会儿她老公来接我们，我还没见过她老公。深圳朋友老公带我们过去。外面这边有轨道。今天稍微有点热。蛮热的。暑い。笑笑，笑一笑。来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安安。安安，平安的安。安宝贝。好小。嗨。嗨。哎呀。嗨。嗨。嗨呀，阿姨。叶阿姨，哦，来看你的，
赶紧再生一个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没有。你在抱的时候，比如说下面轻轻拍拍他也还好。还蛮乖的。他要不要吃呢？也没事。对对对。不吃了，阿姨抱一会儿，让你妈妈休息一下。妈妈个的。休息一下啊！你说让妈妈休息一下。好小啊，这样抱的感觉好可爱。你们刚到的时候，我刚把他喂睡着了，放下也不会饿。我们来抱你站起来走一走，啊。现在我们回家了。停了几个小时啊？哪几缸都没到呢？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啊？两个多小时，两个小时多一点点，十分钟。啊，看到这家鱼店了。刚才朋友跟我说，这家鱼店有卖那个活鱼，我来看一下。我要买一个鲈鱼回家做酸菜鱼。OK， 好的好的，在日本都没有吃到过这个。0.85，要不要杀？感觉价格都还可以。刚才我买的那条鲈鱼，850克嘛，1275日元，差不多人民币是70-80块钱左右吧。这个价格的话，我觉得在日本还算实惠的啊，可以了是吧？帮我杀好了啊。杀好了，那个冰块会在里面。好的好的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谢谢。走吧。好，再见啊。现在这个鱼还有点冻在里面。在日本居然还能自己做酸菜鱼。我老公现在来超市买点东西吃。刚才在朋友家，他一再挽留我们去他家吃饭，但是他家有个小孩那么小，就感觉太麻烦他了，还要做菜。我说我们不饿，就没有让他做菜了。现在我们来超市买点东西。朋友问我今天为什么没有带两个小孩过来，我说我们家老二就是个醋娃，我要带他来的话，到时候我要抱你儿子，他会不让我抱的。再加上我们家老二太小，他家小孩才40几天嘛，那到时候老二在他家玩呀、蹦啊什么的，也会吵着小孩睡觉。我说所以就都没有带过来了。美味しそうでしょ。じゃあ行こうか。好久没有看到他了，今天还挺开心的。现在跟我老公把鲈鱼拿过来给我公婆看一下，估计他们不认识。見せて、これ見せて。これ何でしてる？お父さんに見せてね。川魚そう。何買ったの？これ。してる？あの酸菜鱼、スープみたい感じ。酸菜魚お魚の。カイド看一下。中国の？日本で買ってるよ。何これ？ヤゴじゃない。あの中国人やってる店。分かんない、何て名前。鈴木だったら。鈴木あるよ。日本、中国刺身じゃない。これ寒いの？把被子盖一下。妈妈看一下。老二在睡觉，所以我们现在说话声音比较小。哎呀妈呀，这个姿势。这个睡姿。妈妈今天好看吗？真的好看吗？说好看，好看。那你跟爸洗澡了啊，亲一下。